君。然后呢，最旁边莎莎跟姚琳也是国贸二的林雨桐。对，然后再来看左边贝斯手也是国贸二的黄婷。对，然后最后一个打卡后的，他不是国贸的，唯一一个，而且他是男生。然后我们今天有约说我们要穿吊带裤，可是他就不要穿，所以就是就被排挤啊。你会难过啊？不会，他可能觉得这是小事吧，你觉得来旁边。我们做这首歌就是想要告诉大家，可能你在生活中有很多遇到难过的时候，就受到很多挫折，可是可能以后你回想起来就会觉得这些都是小事，一桩芝麻小事。所以就希望大家每天都可以快快乐乐的过生活。好，第一首小事送给你。Yeah.